开始要跳起了这个《风铃记》吗？我不是唱慢歌，而且是唱比较动人的歌曲，然后跟以往的表演完全是不太一样的。对，连续六年都有来拿奖哎，而且六年都有带来精彩的一个演出，也看着风云榜每一年有不同，我相信你的心情也深刻啊，因为真的很谢谢 KKBOX 给我这个奖项，然后也谢谢所有支持阿令的歌迷朋友们。今天晚上真的是很难得，因为现在我知道也是尾牙的季节啦，然后你有好多的商演的邀请啦，各个不同的每一次来到小巨蛋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，然后又可以跟这么多很棒的歌手朋友们一起站在这个舞台上面，不只是自己表演开心也好，然后也可以看到很多自己喜欢的歌手的表演，都是一个学习。是，去年是八月份开始升啊，对，开始这全球的巡。高雄也要去哦。对，今年3月19号要去高雄。是，大家不要忘记了，一起去给阿令的好歌声加油打气一下。那么忙，你今年过年可不可以回家好好的团圆一下？有一两年我记得你是要飞出去，对，对不对？就是年夜饭可能都还没吃，或是大年初一就搭飞机了。今年如果有工作的话，我的家人会跟我一起工作。那没有工作的话，我会跟家人一起。团圆的气氛是最棒的，然后呢，就三月份的时候，高雄的巨蛋，还有许多的城市开始一站一站的把你的声呐精彩的演出带给大家，好吗？谢谢，继续唱咯，好不好？谢谢阿令来到我们今天的 KKBOX 风云榜，也是再次的第六年拿到了我们的风云歌手，谢谢你。